美股昨天走跌，台股今天呢也跟着拉回修正，8900点是再度失守，盘势在平盘下震荡，回测了五日线支撑。基本上大力光站不站上2000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要，而是大力光既然能够突破2000，那代表说台股的一个这个本益比的空间在拉高，业绩成长股的本益比空间拉高就会带动所谓业绩成长股的股价往上走高，所以在短线上面来讲，我们认为大盘在目前位置当中是一个整理的一个形态，那今天偏弱，昨天偏强，昨天偏强是因为金融，今天偏弱是因为金融，那相对来讲今天偏弱的情况之下，电子股有没有次族群在做轮动，如果电子股里面有次族群在做轮动的话，那这个盘面结构就没有问题了。股王大力光昨天创下了历史新高价之后，今天反而下跌拉回，股价失守2000元大关，而昨天大涨的国泰金今天股价也转为下跌，相对的面板厂商群创第一季小赚，表现优于预期，今天股价走阳庆祝，也带动了友达上涨，另外线上游戏股今天多档攻上了涨停，都是盘面的强势指标。